接下来要进行四年级女同四百公尺接力决赛的检录，请四年级参与的小朋友到检录区进行检录。接下来进行四年级女同四百公尺的接力决赛的检录，请参赛的选手立刻到检录区进行检录。 第二次喽，赶快哦！第一名三零一班吴顺博，第二名三零二班蔡怡木，第三名三零三班吴新杰，第四名三零四班刘永年，第五名三零二班郑家哲，第六名三零一班胡敬腾，请预做准备，先等一下，不要走到那边去，人家颁奖。 二年级趣味竞赛，老师们让小朋友来准备了。二年级趣味竞赛可以开始做准备了哈。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大会报告，现在要请三年级六十公尺女童、男童。 现在得奖小朋友赶快到台前来领奖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要进行400公尺接力决赛喽，所以我们颁奖的速度要快。我们邀请我们的王德辉王会长来为大家颁奖，请掌声欢迎。 恭喜三零一班叶品言同学荣获60公尺决赛第一名，三年三班陈欣怡同学荣获第二名，三零一班邱玉勋同学荣获第三名，三年二班陈品田同学荣获第四名，三年一班林怡晨同学荣获第五名，三年四班张丽飞同学荣获第六名，恭喜你们！ 现在在场中央的是我们二年级在进行的趣味竞赛，准备要。加油！加油！现在要请二年级趣味竞赛预做准备，现在在场中央进行的是一年级的趣味竞赛，请二年级预做准备。那么一年级趣味竞赛结束之后，我们要赶快颁60公尺决赛得奖的小朋友哦，所以要特别注意大会这边。 好，非常感谢。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三零二班来了，是不是？三零二班来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我们小朋友好。
在在操场上面进行的是一年级的趣味竞赛乒乓球传奇。哇，不但是要考验我的运气，而且呢还要呢考验你的反应力哦，大家加油。哇，这个很厉害。接下来我们要来颁发是三年级男童60公尺决赛得奖的小朋友。第一名三年一班吴顺博，第二名三年二班蔡怡木，第三名三年三班吴新杰，第四名三年四班刘永元，第五名三年二班郑嘉哲，第六名三年一班胡建鹏。加油加油，请上座中的小朋友赶快到台前来。四年四班，三年四班女童接力决赛到节目区。